八月十七号，在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施工现场，随着中俄两国准轨接口最后一组轨道夹板安装完成，标志着中俄两国首座跨江铁路大桥——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实现铺轨贯通，为大桥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位于中国黑龙江省同江市与俄罗斯下列宁斯库耶市之间。 据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中俄跨江铁路大桥是首次采用钢横梁上铺设四线套轨无闸轨道板施工方案，可适应中国轨距一千四百三十五毫米、俄罗斯轨距一千五百二十毫米的不同标准轨距要求。在这座桥的设计呃设计之初呢，就是说，呃，中俄两中俄两国的这个呃设计单位啊，就进行了这个充分的对接啊，去。 进行这些标准的对接、规范的对接啊，进行这些一些呃技术参数的一些对接，包括这个结构形式、啊、样式的一些对接。在施工过程中呢，啊，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政府和地方的一些监管下，在铁路局的这个组织下，啊，我们也会跟俄方的参建单位、参建者进行一个技术对接交流，啊，去定期的解决我们大桥建设中。 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据了解，同江中俄铁路大桥桥梁全长七千一百九十四米，引桥长四千九百七十九米，主桥长两千二百一十五米。其中，中方境内主桥长一千八百八十六米，俄方境内主桥长三百二十九米。设计运营时速一百公里，年过货能力两千一百万吨。这条铁路建成以后，是吧？使中国的同江。 进入，经远东铁路进入西伯利亚铁路，然后进入莫斯科。这条通道建成以后，可有效的缓解绥芬河口岸、满洲里口岸的货运压力。列车的运行时间较绥芬河里程上减少八百零九公里，时间节省十个小时。 大桥建成通车后，大桥南接中国东北三省，向北经同江口岸与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口岸、俄远东铁路相连；向西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通往俄罗斯腹地。不仅新增一条中国对俄罗斯铁路运输通道，还将开辟一条西通欧洲的全新欧亚联运大通道。 有效助力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对进一步建设开放合作新高地、推进中俄经贸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